横冲期来袭啊，伴随着飓风呢，退潮的沙滩上总会发现很多的新奇玩意儿啊。这是我昨天在海边发现的一条狼鲨，已经死去了。毕竟是曾经的王者，我决定给它就地掩埋了。觉得我做了对的老铁，点颗红心。喜欢海边生活，加来了兄弟姐妹们哈、啊，今天我们用那个千年的碾子来做一次鲳鱼酱。海边的老人哈、啊，每年冬天都过来碾一次，因为鲳鱼代表着年年昌盛，年年有余。祝愿双击的老铁都能把好运接走哈、啊，岁岁平安。老铁们，这是我赶海的时候挖的超级长的大海葵，海葵中的王者，属实没毛病。咱们这运气，这么长的海葵是非常罕见的。男人的加油站，女人的美容院。进来的男生女生，如果你的手机不是老人机，大哥大，给我一个双击，点亮红心，关注我。来了，兄弟们，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。今天抓来了这么一只漂亮的小斗鱼啊，属实漂亮。我的妈嘞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鱼。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如果你手机还有电，并且看过此视频不卡屏，留下你的双击，喜欢的加关注。双眉的大眼睛，你看看多么有神，看它的鼻子一直都在动，看看再看看它的嘴巴，看嘴巴是不是也不小。你再看我，你再看我就把你吃掉。双击关注。